手机也不是你的爱人啊，哪有一天拢甲伊咱条条手拉手的啊，输好手机啊，心内亲像着插头，着插头。最近过得还好吗？这个大家最近内心有愤怒还是痛苦吗？我没有，但我最近内心这个疲劳感蛮深厚的，因为我们前阵子跟阿基那个在澳洲的时候，刚好是我。这一波11天，总共有唱了7场表演。来到第6场的时候，我就在台上，突然有一个瞬间很想哭，累到哭。对，但是我突然又一转念，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比较有负面情绪会出现的时候，都是我比较以自己的角度出发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时候我比较容易会有不好的情绪。但怎么是转念呢？就是当我站在台上，然后看着台下的来听我演唱会的人，
然后比如说像有很远从这个远距离过来，然后他们会因为这些歌曲获得一些这个生活上能够继续的这个力量的时候，我觉得哎，这样我的这个疲劳感好像也是应该的，这个对不对？你去健身房总得流一些汗才可以长出肌肉嘛，所以我觉得我的如果我这个这么累的这个身心呢，能够为这个对方提供一些精神上的肌肉增长，一些这个精神蛋白质，我觉得这是我这个再苦都愿意啊。然后也感谢一路上的这个，感谢阿基这个这么长的这个陪伴。Yeah， 也有这个台下你们，然后当然也有我们这个公司，旁边这个人杰，我们这个对。感谢这个一路上的战友，然后这些都是值得的。哎呀，对呀。